作。嗯，您这身衣服可是要比民团军的衣服气派多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嘛。嗯，我李听云接受了杨上将的改编，这独立团扩编成独立旅了。哎，我现在可是少将旅长了，我可要欺负人了。哦，旅座的意思是？你看啊，谭世林的这个天兵队前不久投靠了蒋二郎，眼下呢就驻扎在阎龙川的飞鹰谷。嗯，你这样啊，你告诉红八爷，狠狠打，给我把这个蒋二郎美美的欺负一下，啊！是。嗯。我认识你啊，这是咱俩的缘分啊。啥缘分？你跟我也有夫妻相啊？哎，不不，姐，美女换魁郎，忘了。哟，是你啊？你这是咋？姐，你只要不杀我，我给你干什么都行。我给你喂马。你听我给你解释。闭嘴！这鬼般的狼尸，好好一匹马让你给我喂死。来，你自己说，我是剐了你，我还是埋了你？说话！姐啊，我其实不是喂马的呀，我是盗马的呀。啥？盗马？我祖宗八代都是衡量有名的盗马贼啊！我保证，我给你盗一匹更好的马来。你真有这个本事？不是吹啊，除了天马我盗不来，盗谁的？姐，你说。我哥有匹黑乌锥，咋样？你坐的马呀？别怕，这不有我的吗？这些天他欺负了这个，欺负那，那嘴撇得跟牛角一样。我也把他欺负一下，看他能咋。黑乌锥，到了。你咋？你真能盗马？当然。给我也帮个忙，咋样？你呀、啊。
你狼撵的谁啊？哦，我狼撵的叫个李庭筠。刘总，我给你倒一匹青马来，真的。不必，您给我倒头驴吧。驴？ 哥，嗯，这是蒋二郎的驴啊，没错。哈，大黑就是个属驴的，你看看人家这个鞍子，啊，这除了王母娘娘和蒋二郎，谁还能配得上啊？哎呀，蒋二郎是个骚犟啊！啊，嘿，蒋二郎，给爷下一个来。弟兄们，天上的龙肉，地下的驴肉，今天都别走啊！ 咱把他宰了，驴肉吃好，啊，这就是严重打击了蒋二郎的气焰，懂了没有？是这，蒋二郎这头驴，你给他披红挂彩，牵上了绕城一周，绕罢了吗？押赴刑场。枪毙。是。李长官，走了。刘副官，你去一趟省城。 把这封信交给省党部，蒋二郎窝藏共产党。吕座，你说这共产党刘忠然？对，他化名刘浩英，在蒋二郎那边担任补充营营长，没跑。可是这蒋二郎要是死不认账，咱可得拿出铁证啊。那是省党部的事情，铁证。 党国们有的是办法。吕座的意思是，这个刘忠然，只要证明他是共产党，蒋二郎这补充营，这个营，省党不一定会勒令遣散。这就相当于砍了蒋二郎一条胳膊。疼啊！吕座，兄弟。 搁这个心里头凉得很呐。哎，这位是左副官吧？吕座，驴，李庭筠给我盗走了，驴鞍子扒成这样给我送回来了，啊？ 你们俩瞅瞅，啊，哥都给欺负成啥样了？兄，就为这事儿？不，大事。刘仲然的身份，李庭筠已经知道了。等一等，兄弟，你们这是？我们蒋旅长有请，请吧。 吕座，刘浩英就是刘仲然，李庭筠咋知道的？吕部的萧副官是李庭筠的密探，已经被我给毙了。你廖京北，哥也得放着点。你啥意思？仲然已被我下令逮捕，如果你还在补充营，你肯定犯了。你这是背信弃义。 左副官，请你不要误会，逮捕刘仲然，这是省党部的秘密。我这边姑且为之，等风头过去了，我再把他放出来吧。吕座，仲然的身份，你向省党部认账了？我啥？我要承认他是刘仲然，我这不是作茧自缚啊！我只认识他是刘浩英，谁说他是刘仲然，那就得拿出铁证来。 既然如此，左副官，咱们走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京北兄弟，这段时间你就不要回补充营了，待在我这里，如何？咋？怕我回补充营作乱，
软禁我、啊。老弟，天日昭昭啊，我这也是为你好啊。哎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个人，你不陌生吧？曹润生，他咋？省党部把他安插到我这里，明天就过来了。哦，你们是老对手了，我不想让他见到你。我把你暂时留在旅部，也是防着他咬你嘛。怎么，我这一片苦心，天日昭昭了没有？卫兵，来！李涛，金梅，你先请。总副官，请留步。重庆那边除了中燃和京北，你也是一呼百应，所以这段时间，蒲松英就由你代管了，拜托了。蒋二郎，万一我领头造反，你可是放虎归山呐！别这样，如果你敢造反的话。刘仲然、廖金北两颗人头，我亲自给你捧过去，算我服你了。听话，千万别闹。回来了，游击队到了横梁，专打这一带的土豪。来到廖老爷呀，恐慌得很，要在这喊龙园重建民团呢，知道吗？哦，秦铁匠回来了，好事情啊！老爷子，咱这个民众商议会，你再有啥交代的没有？下雪的时候。让老吴常杀只鸡说了吧？哦，说了，把那只公鸡杀了。嗯，公鸡还留着报晓呢，杀只母的。哦，不是，老爷子，咱这组建民团杀母鸡吗？嗯，啊，也是啊，那就还杀只公的啊，威武些。对嘛。各位贤达，各位乡党，严冬过罢，春暖花香，这个秦铁匠的游击队又回到了咱们这儿。大家都知道了吧？咱们大晃兄的老丈人，啊，横梁铺有名的陈老令，已经被游击队抢了个精光啊！大黄兄，那老爷子上吊了吧？吊井了。哎呦，死了没有上？捞上来了，也快死了。你看看，大家都听见了吗？秦铁匠的游击队把豪门大户都抢个精光，给土当穷鬼们都分了福财呀！诸位，这个祸根不除，恐怕在座的各位。都有血光之灾，那咱咋啊？诸位，咱海龙园必须重组民团。对着呢，重组民团，重组民团，是个游击队不共戴天。来，女兄，啊，杀鸡，杀鸡，杀鸡，誓死为盟，誓死为盟。诸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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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这个民众商议会最重要的议程。
就是为重组的民团要选一位众望所归的团总。究竟谁是个众望所归？哈哈，这要大家说呢。大黄兄，你不说吗？我说啊，马振富众望所归。为啥？你想，他两个婆姨都是抢来的，厉害呀！哎，我觉得齐大幌子众望所归啊。哎，这团总得你当呀。啥？我？我俩婆姨是抢你的呀？啊，你为啥让我抢着去送死呀？哎，你厉害，你当呀！啊，往你头上插一草标，让秦铁匠给你抢啊！你个狼似的！你个狼似！你咋不识抬举？你才不识抬举呢！你不识抬举！你个狼似的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各位，还是听我说吧。咱们海龙园重组民团，咱们独立旅的李廷云旅长，那是格外的重视。看在我老丈人的面子上。他赠送给民团一批快枪，来，请看。哟，除此以外，李旅长还亲自提了个匾，请看。笔锋遒劲，好字啊！诸葛不死。好词儿啊！好词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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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词儿吗？好词儿，好词儿吗？我咋看着像挽词啊？就是个挽词嘛！啊，我跳井了，刚才捞上来嘛。乡党们，咱有了李旅长的支持，武装百人已不是问题。那么李旅长赠枪送匾，尤其是这块匾，啥意思？这是不是众望所归？就是文举兄，就是众望所归。对，就是啊，甚至你旅长都发话了，咱还有啥说的呀？没错，没错的。诸葛不死呀，诸葛不死呀，文举兄就为了就为了。各位，各位，老夫老矣，不要放我的火上烤嘛！喊龙园全体民众，请文举兄就位团总。哦，不妥不妥不妥，啊，老夫不才，老夫不才。哎，不是我们大家都掏心窝子呼请呢，你咋不呼呀？你咋？你咋？呼不呼？哎，不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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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！不呼！不呼！呼不呼？廖大柱，众望所归，你是诸葛不死，你要不就位，我就带着全家去挑井，有请廖大柱就位。京城所至，杀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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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爷子，你咋又哄骗我呢？哎，又咋？民众商议团，我要祝贺现眼。我跟你说过了没有？那你这身打扮，那是来祝贺的吗？你又来哭丧来了，扮的是哪家寡妇？孙尚香即将，咋？又是个哭戏嘛。哎
闭嘴！寡妇孤丧，大吉的日子大不吉，你愿意哭，回屋哭去，回。哎，没巧，老爷子的话不是。哎，是。我一个活寡妇哭一个死寡妇，就算是哭丧，我哭的也是我房妹娇。你咋？你不让我改嫁，不让我投汉，还不让我哭啊？咋？你让我死去是吧？好，我死去，我放死去。我。哎呦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少奶奶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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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把枪拿来！美琼，咱们回房去吧，啊，走，走，走。小星，快点！诸位，歃血为盟，替天行道，我海陆人民团誓与赤匪游击队血战到底！龙城，哎，杀鸡，鸡都杀好了呀。杀好了，鸡呢？鸡啊，鸡呢？哎，不是，哎呀，我这诸位贤达，谁把鸡藏起来了吧？这拿出来，黑子，看看谁不在了。齐大幌子呢？跑喽，揣着鸡跑喽。老爷子，你说这。老爷子，我现在我就把他弄过来，他弄久了，算了，不再追究了。老吴茶，你去杀只母鸡。大，有个事，哦，金凤让我跟你说说。哎呀，可这话这咋说呢嘛？这天塌了吗？啊。老爷子，你说这金涛可一直就没回过家。金凤的意思是，这媚九不是一直闹着要改嫁吗？啊，哎，老爷子，那省里的报纸你也经常看是吧？那新女性啥的，那都疯疯的满大街跑着呢。大，你干脆就让媚九。陶娃那边，你都知道些啥？说。他。说嘛。哪怕是他死了。老爷子，我也是前不久听人言传，陶娃那个警备旅，不是调到河南以后，中原大战，被老蒋不是打垮了吗？这以后啊。有人亲眼把他看见过。哦，他咋？他好好的，那身后还跟着个女人呢。女人？河南女人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哼，反正人在西安呐。哎，桃花回西安了？是啊。哎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不给家里写封信，
他干啥呢？不知道嘛，这反正这个行踪诡秘的很呐。诡秘的很，啥意思？我也是胡乱猜想啊，你说这涛娃会不会也是共产党啊？嘿，你胡说啥呢？惊涛同志，中原大战以后，你和建梅同志脱离了国民军，本来组织上要你们去江西，但是这里也很需要你们。刘惊涛同志，有准备吧？有，老金，我现在化名叫叶赤涛，叫赤涛吧。提醒的对啊。叶赤涛，好，赤涛同志，组织决定为了加强秦支队的力量，准备把你和建梅同志调过去，啊，你过去之后就担任秦支队的队委会书记。建梅同志，你担任陕北交通站的站长，主要负责和上级的联络，啊。不过。眼下有一件大事，你们得先去趟合成啊。合成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是啊，刘仲兰同志和廖京北同志都被蒋二郎抓了。好。你笑啥？我想起了蒋二郎，他咋？此人的特点多疑。仲然，你是说他这个特点，咱可以利用？没错，但得抓住机会。你说，蒋二郎把你关在这儿，就是怕你在捕虫园造反。就算他把你放出去，你想想。捕虫员的印把子，他会不会交给你？不可能。他最有可能交给谁？你想过没有？你说。肯定是省党部的那个党棍。曹任生。没错。他已经过来了。我这个捕虫员营长，共党，省党部以此为名，肯定遣散这个营。蒋二郎想要保住这条胳膊，营长的位置他只能交给曹仁生，补充营交给一个党棍，省党部和蒋二郎保证成交。有道理，这就是个机会。哦，蒋二郎多疑，必然会防着曹仁生，那么补充营内部他靠谁制约曹仁生？眼下，他的最佳人选，做副官。没错，这个党棍也只有显红治他了。不过，咋？他也有可能杀了蒋二郎。啊？为啥？蒋二郎是条色狼，就这。哥，小红，我现在叫叶赤涛，叫老叶。哎，老叶，快走。
经纬被捕，组织上非常着急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快说说。老爷，从目前的情况看，经纬的处境还好一些，蒋二郎还想利用他，暂时不会把他怎么样。可是仲然就危险了。谢谢。你快说说。省党部那个曹润生，你应该熟悉吧？对，我和你搭在一军，都和他打过交道。他被蒋二郎任命为补充营营长，前不久刚刚到任。这家伙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是的，他刚一来，就逼着蒋二郎处死众人。只是蒋二郎顾虑颇多，一时还犹豫不决。蒋二郎顾虑什么？主要是补充营杀了众人，他怕弟兄们真的造反。贤惠，那咱们潜伏在补充营的同志情绪还稳定吗？众人和经纬被捕，对潜伏的同志冲击很大。目前要稳住阵脚，不能乱，要等蒋二郎先乱，他快了。他合成这块地盘呢，李庭筠觊觎已久。蒋二郎没有了梁圭章的支持，李庭筠必来进攻。到那时，蒋二郎肯定乱，我们再趁乱起事，那才是最佳时机。建美，先我的意见我尽快整理出来，你马上通过交通站，尽快报告上级。嗯，好的。小黄，这个蒋二郎怎么判断一下？你刚才说他想利用经纬，他想咋？他想砍李庭筠一条胳膊。砍李庭筠一条胳膊？李总，那个刘仲然，赶紧杀，别再顾虑了。曹老兄，这个刘浩英，你非说是刘仲然，你可得拿出铁证啊！再说，刘仲然长啥模样，我可从来没见过。李总可真幽默啊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在马鸿逵的四路军，刘仲然和你共过事，你没见过他？这和我共事的就是刘浩英啊，就是这个人吧？啊，他啥时候改名叫刘仲然了？有一个人倒是没改名，他叫廖金北。谁给你透露的？补充营谭汉成连长，你的亲信吧？这小子一看就是个小人，缩头缩脑的一个狼食，长得就是个小人相。你说这个刘仲然和刘浩英是同一个人，谁证明？我省党部的同志，我给你说过了。大舅哥，他和刘仲然在共产党里共过事，只要他出面亲自作证，铁证。他哪天过来？很快。老曹，我托付你的那件事，你给你大舅哥捎话没有？秦必欣已经派人送过去了，你放心，只要他过去到李庭筠那儿走一趟，你说那个红八爷死下。相公，这个蒋二郎，你说他生性多疑，为什么？这个家伙遇到事情总喜欢反着琢磨，你说东他就怀疑是西，这可能和他的土匪出身有关系。你详细说一下。啊，前些天有件事儿，一团团长黄德三是哥老会陇东帮老大，他有两挺私藏的机枪，想托我找个买家，为这亲自找过我两趟。这件事儿呢，让蒋二郎知道了，他就怀疑我也是哥老会的人。哦，你是说他对哥老会还在意吗？当然，这个旅大部分军官都是出身土匪。与江湖帮会渊源很深，他们很多人都是哥老会的秘密会员，
蒋二郎要想笼住人心，葛老会他是绝对不敢惹的。就这。秦昊，对蒋二郎这种人，一定要做好准备。针对他多疑的特点，我们不妨将计就计。眼下一定要搞清楚这家伙到底想咋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我明白，我今天夜里就去会会他，已经约好了。这个蒋二郎，你可要千万当心呐。我懂，我有准备。妹子，找到了。是。去。坐啊，坐吧。哎，这咋还带着枪呢？不会是樊郎吧？咱们开门见山吧。好啊，要啥直说。你告诉我，刘仲然、廖京北，你是放还是杀？妹子，咱可是花前月下。别！哎呀，妹子，哥跟你开玩笑的。是杀，是放，给个实话。哎呀，头疼。哥捏捏头，这成吧？遵命。哎，咋？妹子，你放心，你金北哥，你只要想让他活着，好办。只是刘仲然，我可就爱莫能助喽。这个曹润生的大舅哥，你知道吗？曹润生的大舅哥，谁？此人就是省党部的政务室主任，叫杨孝国。杨孝国？没错。哎，这个人是共产党那边投过来的。他和刘仲然可非常熟啊。这个人是专程从西安过来的？不，从陇东过来的。陇东？对。他往庆阳那边查什么党人纳妾的案子，从陇东过来的时候，还要往李廷明那边绕一趟，明白吗？哦，那这是吕作的主意吧？精明。为啥？这个杨孝国知道刘仲然的底细，很可能认识洪八爷。他俩只要见了面，不管洪八爷是不是共产党，他杨孝国说是，省党部肯定认账。李廷云的这条胳膊，他咋？我非把他剁下来。廖京北，你要真想保住他这条性命，花前月下，如何？这点事不至于吧，哥。有人要打你黑枪，妹子我只是给你提个醒。是我开的枪。
我要刺杀吕宗，逮捕我。子韬，显红那边，我还是有点担心，他一个人去见简二郎，我怕他吃亏呀。是啊，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啊。但显红既然了解简二郎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心里应该有数。眼下这种情况，也只能相信显红的智慧了。是，我知道。可显红，他是个烈性子。如果简二郎非礼，他会不会？你放心吧，这个简二郎，显红不会要他的命。千里地，那个雷声。这那共产党。